是以前松烟里面的，应该是那一批吧。会有很多白千层空降榕树、黄椰子。我开始做我的那个报道记录了，我的手机是开着的。所以请不要讲私事。楼上住没有啊？楼上住在松烟厂转角岩石在那了。现在就把那个树木搬走。对，这边前面这一区的，就是这一整区。你说哪一整区可以跟我介绍一下吗？现在看到的这区。所以我们松烟一共多少棵树搬过来？那时候搬了500多棵进去。哦，那这一区就有500多吗？看见没有了？那都来的500多。那死了以后，他就把它挖掉了吗？死了，我们那时候要验树林，他们就直接把死掉的树都拔掉，拿去烧给我们验，就烧了。所以就等于没有。就是现在这一批就把它挖过来了，搬了两次。才刚在讨论这个。可是也是有一些长出芽了吗？那长出树叶了哈。长出树叶的还不少嘞，哈。是这边吗？是我先照的这边。等一下他们会